深处关于精灵的所有记忆都一一翻查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吧。来，各位请看我们准备的一些资料图片，来请看。哎呦，哇塞，哎呦，哎呀，这一看呢、啊、就是昔日重来的感觉。对对对对，这是哪一套戏啊？这是婉君，就是应该来说是我第一次亮相的一个镜头。是是是，应该有一个红盖头，拿那个秤砣的那个杆一挑、哎、然后出来就是这张。继续。哦，这是雪珂里面的一个角色。嗯，雪珂当中的角色。对对对，还有别的吗？再来看一下。哦，对，这是于小凡姐。嗯，这是这应该是望夫癌里面的一个角色。哦，我们可以冒昧的问一下，当年我们也只顾看您的美貌和那个戏的柔情了、嗯、那个时候大概是几岁拍这个戏？这个时候大概十岁的样子。十岁？十岁。天哪，十岁就红遍全国了。天远，你今年多大？我今年我快是他的三倍了。哎呦，这是我，对，这是您，这是您结婚的时候的样子。我还没结婚呢。哦，那现在就走知性女生的路线。对对对。那说到我们这个知性的主持人啊，我们要说见招拆招这个节目是教大家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真的可以见招拆招。没错，我通过那个做那个节目我也学到很多很多东西。真的吗？真的是这样。那比如说呢？比如说双手这样被绑的话，你千万记得不要拳头对拳头，张开一点点缝。哦，你可以尝试一下，找你家里人或者说找你的朋友把你绑起来，因为当时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男主持可逮着机会把我绑起来，而且绑得非常的严实。你稍微有一点点缝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尝试着再把它顺回来，这样你的手一伸就可以退。哦，但愿大家没有机会用到这一招啊。好，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上海少儿频道主持人小峰先生。大家好。您是学京剧出身啊？昆剧。昆剧。昆剧。哦，那您演的是哪一个行当呢？老生。老生啊、嗯、光说不练假把式，现场秀一段吧。因为我昆剧清那个京剧都学过，但是我还是唱一段京剧好不好？好，昆剧大家比较陌生一些啊。当有指挥给我胆怯的满前只等先为剿匪，先把土匪搬时间刀插进威虎山。真是有好多年了、啊，我好多年没唱了，是吧？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小峰光临我们的现场，欢迎小峰了。哎呀，谢谢，我一身汗呐，真的是。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的高杰 Alex， 欢迎 Alex。哎呦，听说是在澳洲长大，而且是澳洲街舞大赛的冠军啊。对对，就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有团体比赛，嗯、就跳 B boy breaking。对，所以你会跳的是。啊，我之后我就学的有hip hop、jazz funk、locking popping house 都会这样，全部都可以啊。对对对，那话不多说，马上也表演一段好了。